色我相信也是你衣柜打开没有的，然后不论你是要拍照或者是就是出去穿搭，穿这个颜色我觉得不会有人跟你撞衫，因为呢就完全完完全全就不一样。然后它的印字是这种有点耀白，但是它不是全白，它是有点杏色的，然后它是宽版的，然后也不是超短版，刚好靠在裤头上，然后是连帽的，所以呢我觉得非常可爱，不论你要戴起来或者是拍照都是真的可以的。而且我们发现我们家帽子戴起来是好看的，而且是大朵的大朵的，然后呢你可以就是自己拍照什么等等之类的。然后呢颜色上是我自己最喜欢的，再来就是这个五分袖的这个后车，有没有发现我们手袖做了不一样的变化，奶茶色好看是因为它就是黑色的印字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有质感。好，这个 look 呢就是我平常会穿的，我觉得超好看的耶。这个粉红色我很喜欢，是它有一点点干燥玫瑰粉，有点粉紫粉紫，它比较不是夏天的那种粉红色，所以你看起来就不会特别的夏天，或是觉得很难搭，或是肤色黑。我自己最爱绿色，但我觉得白色就很好看，就是你要搭什么样的裤子，图腾裤什么什么都很好看。